要出发去另外一个 space， 耶！太阳在我后面很晒。现在我们遇到一个问题啊，车没有油。我现在已经走到差不多在山上，我也是没有那个油站了。可是我们已经走到这个郊外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终于找到一个打油的。紧张，很紧张，吓死我！这零过来吧。夸张哦，紧张到刚刚在那个山路啊，怕前面有油啊，幸好找到一个打油的，然后现在打油的上面没有那个什么，下雨的话应该是会淋到雨，还有几300多块，好，到了，突发状况就这样结束，现在就要过去那边了。到了这里，哦，你看那个海。极美。我们在半路看到这个，这个 coffee 不错哦，特别。每一个哦都在那边拍，拍来拍去，样子拍来拍去拍这个咖啡。可能他们的心想会觉得，只是一个咖啡车吧吗？有什么特别？没什么特别啊。先要上去那个山啊，这个山，我们要上去看那个 White Glass Bay 九杯湾，很美的哦，而且是有排名的，排名世界十大最美的。那我们要爬这个山哦，大概有3 km， 棒，听起来蛮挑战性的啦，因为我没有什么爬山，我怕我承受不了，而且上面的风应该会很大。那标志是写不能乱给那些 kangaroo 啊这种东西，不然的话他们会死掉了。通常这种野生动物哦，如果要保护的话啦，是不要给他们乱乱吃人的食物。过的差别，你看那个狗里哦，你看我们穿到这样子，包到整个中指这样子，它这个3到5个小时哎。然后这个我们是去这里了啦，我们走3到5个小时、那夸张嘞，走3到5个小时，傻了。今天很热，好吧。我妈直接脱衣，我也是脱，很热很光。这20分钟到啊，这个美景是这样子的，已经觉得很美了。20 minutes later， 我们终于到了这个九杯湾。噔噔。Marine Farm 叫什么？前面两组我不懂。我们去比较有太阳的地方，感觉比较舒服。哦，你看，对呀，地上全部是贝壳，是吗？这设计的面包，看。有鲍鱼的那个气息是，哇，还有面包，很香。看我三姐就在 DIY 了，全部人 DIY 的。哇，我们到了这个地方，这地方是那个叫什么 ？Spiky Beach。哇哦，好像可以运气好，可以看到金鱼哦，金鱼嘞！我们到家了，可是很不幸的是，我们刚刚又去买了东西吃。所以你看，这个是新的，
今天会煮的东西。哇！的蘑菇汤，的呢，还有这个好吃的叮当，的呢，好吃，好吃。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可以 like 和 share 我的 video， 然后还有按这个哦，记得按这个哦，可以关注我更多的 video。OK， 谢谢你们的观赞，拜拜。